这边都还是一群人玩的、啊，又比较开阔嘛。那只是希望他们不要飞到主栖地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只是希望他们不要飞到那个主栖地、啊。问一下，如果我玩空拍机的话，你觉得我们要在多少的高度才不会影响到你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们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最小干扰距离，好，那每一种鸟的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没办法这样回答。然后还有。